因为几个主线啊，再去玩。さて、暴れるかね？是要去哪里呢？再给你们看一下那蜜蜂，蜜蜂很漂亮啊！我跟你们讲一下，这些都可以当宠物。你看，蛮有趣的。然后一开始有送广播器，你们可以呐喊一下。哦，你看我这边就有59个，49个。这个手的水也是做的蛮漂亮的。哎，有一个地方可以加好友的样子。嗯，那这边就有痛痛。嗯，哇，他一直帮我补血，这水可不可以下去啊？好漂亮啊！而且我真的有点81K的感觉。哇塞！但是它的天空也很漂亮，而且还会动。我们来看夜晚的星星吧。啊，现在是晚上啊，月亮在哪边？嗯，在这里。然后我们这个游戏它可以其实可以坐着吧。欸，我的坐姿怎么突然不能用了？哎呦，我记得他可以坐姿耶。这里，嗯，夜晚看星星有没有？